好，等一下，我们有第二组的插队卡。为什么他可以插队呢？因为那个号码牌跟插队卡是他做的。嘿嘿嘿嘿，干！我跟你讲，他六点半，老子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因为就准备要下班了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赶快帮我做一个东西，1到300号。”干你娘，1到300号是要讲到多久啊？他就刚刚发号码牌的时候跟我讲说：“啊，你先给我1到100号。”干你一百，我1到300号，我从1到300，我跟我朋友在那边一整个分给他，然后他跟我说要乱出发，干你娘鸡巴干！不知道台湾的惯老板都是这样子，喜欢乱发号施令，前面跟后面矛盾吗？啊，你要不要付我钱？支持台湾独立无价。干好，我要先讲那个纠察干很多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公行政院那一天呢，我跟我朋友就要散步到行政院去，然后就干大家要跑回来拿那个棉被跟睡袋，我跟我朋友就赶快跑，赶快拿棉被跟睡袋。然后在那个青岛东路那个物资组旁边，就那个医疗通道，就说：“哎，见过一下，那个有物资要过，干你娘！现在什么时候你还物资要先过？干你娘！干！然后还有那个，好，我要赶快讲快一点，好。”然后那个，我是社会人士，然后就现在都讲说那个什么学生，跟你聊，你做嘛傻傻鬼鬼啊，跟学生。然后跟你讲，我公司的老板前年就是选举的时候，干你娘，他就是那个投票前一天尾牙干个贱哦，然后他在那边讲说，就是有一个股东啊，我不认识，反正股东就是那种钱很多，然后可是你都不会晓得他是谁的人，干他上台就讲话，然后就说那个。明天如果马英九当选，年终奖金2个月，干你的鸡巴呀！操干！干，结果马英九选上，年终也没有2个月了，干！跟马英九一样跳票。干，然后再干一下那个同事，我应该是没有同事会晚上深夜看这种不健康的节目，所以我可以公开干一下。哦第一个礼拜都还没有过，然后那个同事就妈在跟那个亲戚讲电话，就说因为他好像有那个侄子也是来这边，对啊，然后他就讲说那个什么，哦对啊，他就是年轻人太热血啊，哦，我觉得这个活动已经变质，已经变焦了，干你娘，一天都没有来过，你这边跟我讲说什么变质变焦，你先把就拆没哦，干你娘哎。好，然后我要再讲一个，另一种我隔用人，但是我比较讲台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。好，我要开始讲国语。为什么我不会说台语？因为我高雄市复兴国小1年6班陆碧莲老师讲台语罚10块，干你娘！干！干！我说在主角，我在干一个那个建民解放区，干你娘！不是说建民吗？每一个人上去就，我台大什么系，然后我政大什么系，我才刚从伦敦回来，干你娘！你这哪叫建民啊？讲那个什么自由贸易，然后再讲那个什么资源分配，干你娘！我才是贱民，我都听不懂啊！干！好，再讲一个讲英文，干你娘！你发表言论，发表言论，不要在前面有几个故意的那个不算哈，就是你不要故意在那讲，就是讲一下像那个工程师科技也一样，讲到一半就开始来唠英文。哦，我说那个 resolution 什么什么，我刚乱讲了，我英文烂，干反而就是讲到一半，就一直要插那个英文单字，干你娘鸡巴哎！我们是台湾人嘞，你讲台语也好，你讲国语也好，你为什么要讲英文来？干你娘！然后那个前天不是有一个那个加拿大诺贝尔和平奖来讲嘛？对，然后在那个青岛东路那边，干你娘！每一个人发言发问都在那边讲英文，干你娘！啊，你知道台下人都不是人哦，干！啊，口译在旁边是干嘛的？干你娘！哎，干！最后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今天进来如果流动厕所都不见了？干你娘！我要尿跟尿跑好远！干你娘！再会。好，插队的一个比战斗力都比一个强。好，请那个服务下旁边这位先生，